老三啊，啊，你讲带咧诶杭州哦，我着带咧杭州西湖边咧开一间客店，你煞唔知？诶、老师，啊，你敢毋是带咧俄罗木齐啊？俄罗木齐，我来台湾六十三年啊，你讲俄罗木齐对唔对？我的孙子也台湾人，中华民国的国民呐、啊！哎呦，嘿，你真诚信呢！看到你这代，哎，怎么啦？哦，老师又有指教呢。啊，你可不是在泉州？人呀，素不辨明，形不改姓。咱这个台湾就是真好的所在，安身立命的所在了哈。啊，咱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我呀已经来48年了。嘿嘿，真赞真赞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虽然我是对俄师总，但是我来台湾已经48年了，我嘛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啦、啊。啊，我嘛还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呢，在安尼呢？我嘛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啦、啊。哇，还没赞，还没赞。我是台湾人。